我来这里，这里向您直播送出的依然是通过调频帮忙团的和同龄音乐故事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收视新段子。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静。那上半场呢，我们和大家聊了那个听众小雨联系，现场的时间的这个关于端午节的美好回忆。那么也是欢迎您的讨论，来说说您的端午记忆。参与办法呢？